大家好，今天来到朱总的农场啊，也见到了我心心念念想见的我们的朱总的小妈。阿姨你好，她比视频上漂亮多了。漂亮吗？你这个你就应该找你了啊，把我们阿姨拍的是吧？没有现实当中这么漂亮，视频里不能搞太漂亮了，知道吧？故意丑化了一点。太漂亮了，等一下叔叔没有安全感。对呀、啊，不但漂亮啊，而且平易近人，真的，跟他相处非常愉快，又很勤快。我们一来他都在搞那个猪脚，我都说我说哇，我说朱总你这小妈真的太有耐心了。我都本来不让他走的，我都扣在这里。开玩笑啊，就是庐山边杀猪嘛、嗯，然后就很多事情，然后阿姨自己说晚一段时间再回深圳，就是帮我的忙，所以这一块确实阿姨确实很负责，就是也把我就是包括我爸爸，就是我们就是一家人一样的这样去看待的，真的，非常实在的一位。仙女，谢谢夸奖。还有就是我们的朱总，你是不是不应该叫阿姨啊？叫妈咪呗。对嘛？等这个后面会叫，因为现在去叫的话，可能其实叫也没有关系的，也是应该叫的。那么可能就有些粉丝可能会说，可能太快了，知道吧？就说怎么就叫妈或者怎么样啊？这个就是到了后面会叫的。其实我现在叫他妈也没啥的啊，这也是实话。对、嗯、缘分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奇妙，是吧？既然走在一起有这个缘分、嗯、啊，他跟我爸爸相处在一起啊，开心幸福就可以了啊，这也就是我的初衷啊。我一开始也就是为什么要跟我爸爸去找，让他们后半辈子啊两个人在一起开开心心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嗯，然后在这里呢，我很想问一下阿姨，你觉得就是说现在跟叔叔两个相处跟你之前单身会不会有好大的变化？有啊，有，因为两个人相处的话就是说找到一个心仪的人的话肯定就是很开心的、哦、是不是？那以前一个人在家的话就回家以后就一个人孤孤单单，是不是？对，连个说话的饭都没有。对呀、啊、所以说这是我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嘛，也一定要老了肯定要找个老伴要好一些。人家说的老来伴嘛，对、啊、是吧？对呀、啊、你如果是生病了也有一个担茶倒水的人嘛，对吧、嗯、对，这想法其实是很好的、嗯，当然有很多人其实他现在哈、啊、就是可能50多60多岁能动得了呀，也身体也没有什么情况。当一个人年纪大了到了80岁或者怎么样啊、嗯、就是卧病在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想很需要身边有一个人在旁边陪护。对，没错没错。来，还有就是朱总、哎、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今天呢也是第一次见叔叔、嗯、第一次见阿姨。是的，我刚刚特意看了一下，他俩真的很有夫妻相，发现吧？注定的，天生一对。我爸爸也带着他到街上溜达了一圈，啊，我也拍了个作品啊，迟来的爱。连续几天从早上的8点钟到10点，没有停过，真的。这个确实是来，我一来就发现了。来的时候比你还白，嗯、现在你看。立马成了包工木炭，要负责把阿姨的皮肤变成原先那么白。那我只能是负责他跟我爸爸以后就是这些生活啊其他的哈这些东西，这个我可以做得到。那么就皮肤这一块，你说做农业我背不了，你看我养的，我以前都小鲜肉，现在你看油腻大叔啊，没办法。好像说的也有一点道理啊。对呀、啊、就说多见一点阳光其实还好一点。对对，没事，黑黑更健康。是啊、像叔叔的话好像以前没有现在那么爱说话哦。没有，以前不是更加不会说，现在稍微好一点点。当然这个是阿姨改变了我爸爸很多，这是阿姨的功劳。爱情的力量是很大的。对对对，没错，不可估量的、哦、人都是这样，一物降一物。当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同时，他会为他改变一切，真的是没错。那这样不是蛮好吗？互补，阿姨比较开朗，叔叔稍微是吧？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阿姨啊，确实也是稍微比我爸爸啊就会说话一点啊。如果是说跟我爸爸一样的不说话，那肯定走不到一起。跟两个人坐在这里，
你吃饭吗？你吃了饭吗？那怎么去过嘛？没错，对不对？那要一个人带动嘛。嗯。所以说啊，叔叔找到阿姨真的是太幸运了。这也是难得的一个缘分嘛，所以我也打心里面真心的希望他们两个人幸福健康啊。关于其他的这些东西，反正咱也不多说，以后大家也看得到。就是只要我有这个能力的啊情况，我都会就把他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些生活啊等等一些都会安排好的。嗯，还有就是我今天听你说我们阿姨过几天要回去啊，要回深圳，因为她在深圳上班。那么就是本来就是说我刚才不说了吗，那么阿姨做事也有原则性，她说做事一定要有始有终，要过去把之前的工作去对接好啊，要让人家请到人或者怎么样啊再辞工再过来吧。反正这个东西当然我到时也会去深圳带上我爸爸去接他，也代表我们的诚意啊。虽然说我跟阿姨接触的时间少啊，今天第一次见面，但是他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实在那种，然后又很负责任，特别是你看说到这工作的问题是不是还会去为别人想，为老板想，想着说哎，我不可能一下子说走就走是吧，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你早点回来哦。谢谢祝叔叔阿姨早日步入婚姻的殿堂，我等着喝喜酒。谢谢吃喜糖。谢有的，我们的婚礼就不用去买菜，杀鸡宰羊宰猪是不是？我不管你说那么多，你要记得通知我，不要忘记了哈。我可是等着喝这个喜酒哦。到时候来吧，我会通知的。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哦。嗯，拜拜。拜拜。